像在哪见过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给我点金币也可以。下次给我带点东西来吧。我有什么想知道的，请尽管说。天气可真热，好想喝一杯清凉的恢复剂呀。再见。Thank you.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给我点金币。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辛苦了，年轻人。听我这个老人家啰嗦，是不是有些……正想见你呢，你真可爱。
没看见我很忙吗？我没时间陪你胡闹。